许博士，好久不见。这么晚了，喊我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最近警方查得很严，如果知道我们私下见面，关系很容易暴露。 你是怎么发现杨绵绵就是四号的？我无意中看到杨绵绵笔记本里记录的内容以及症状，都和 RBT 四号实验对象的很像。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会头疼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杨绵绵的大脑内粘液回度非常高，神经元也是超常活跃，这就导致了她的感官系统超过常人。超级基因，神经元。你既然那么忙，那你就忙吧。好，那等我回来啊。